高雄卖房子，外观吸睛，价格沉迷。亚洲新湾区的新建案都很有特色，有巴洛克建筑风格，也有时尚简约路线。而这栋以黑、白、灰三色构成的大楼同样非常吸睛，这是中钢集团子公司中兴开发即将推出的前镇住宅大楼案。中钢这个案子外观很特别，远远就被它吸引住，尤其是中钢的品牌对民众应该很有吸引力。该案基地2088坪，规划为地上29楼、地下5楼，共有4栋大楼，后面2栋由中钢员工重签认购，不对外销售，旁边就是中钢总部，一分钟就到公司。前面2栋则规划80到90坪的产品，共164户要对外卖的。但中钢新闻联络人对外表示，细节都还在研究当中，但网络却已经出现影片介绍了案子的规划细节。这个案子很低调，也符合中钢集团比较朴实的风格，所以大家对于它到底要卖多少钱都没有确切的说法。不过有知情人士向苹果透露，该案很可能会采实价销售，也就是说开价跟底价相差不会太大。据了解，该公司参考的开价会是周边其他建案的实价登录行情，也就是说这个前镇住宅大楼案房价至少也有3字头。劲爆的是，有消息传出这个建案的开价会是亚洲新湾区新案的新低价，中钢品牌加上较低的房价，有机会在亚洲新湾区的众多豪宅中杀出一条血路。